挑战模仿自己的童年照，挑战成功即可打开奇妙邀请函。好，没问题。哇，第一张一定要无辜啊！第二张，我小时候怎么这么胖啊？第三张，第四张，四岁。好 ，OK， 挑战成功，恭喜你复制粘贴成功。好的，奇妙邀请函已经收到，我们10月15号晚上8点，抖音奇妙夜不见不散。